No she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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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ed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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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helter. No. Shelters， 那么现在市政府准备在91号 East Broadway 又建立一个 shelter， 大家不要忘掉，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两个跟着来。我们不是反对 homeless， 反对这些所谓非牟利团体利用 homeless 赚钱的机会。家园被侵，华富告急，东北老老外91号改建人民所一事引发侨新恐慌。在本来已经受到疫情严重影响，正在等待政府救援的同时，我们三个华人社区中心地带突然之间传来同一时间正在准备要修建人民所。我们反对这种没有经过社区的同意暗山作业。两年前我们出来反对这个游民所，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游民需要社会关注，需要社会照顾，这个没有错。但是以牺牲社区居民大多数人的生活品质，给社区造成治安隐患作为代价来安排移民是绝对不对的。我们希望那个 EFI 亚洲平等会通过跟我们市议员，能够跟我们社区委员会一起坐下来，给我们一个公听会，能够跟我们解释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要他们的时间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所有的一切要让我们知道，能够他有没有做过任何调查，说他们做的这个游民所会对我们社区造成了经济上面的损害。跟安全上面的损害，他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我们都想知道这些事情。白思豪市长已经宣布纽约市进入游民的紧急状态，也就是说犯罪率提升全都是满街的游民造成的。这样的话呢，要安置他们是纽约市的最高利益，那么其他的任何考量，包括什么安全问题啊，什么社区质量问题啊，什么商改区不能有这些影响啊，这些都不在法律的考虑范围内。所以这一次的华人的抗争是非常艰难，如何推翻这个说辞没有案例能支持我们。那么这样的话，亚平会希望他们有自知之明，你一定要改变合同，一定要重新签，要透明度高，要对社区有一个交代。我们社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够只是在社区拿了钱就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这里去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的社区我们驻足，我们社区我们驻足，我们的社区我们驻足，我们的社区我们驻足，